好可怜，让我们再看一次。王牌社群展现创意，结合时事酷搜解决名人烦恼。台北市长柯文哲去年跑步跌倒画面太经典，被网购平台拿来卖护膝，毫无违和感。老板，我想要离职。国人烦恼大公开，针对大人的100种烦恼推荐趣味解忧商品。烦恼第一名，好想瘦下来，只要穿上比基尼围裙就能立刻拥有好身材。我最喜欢的其实是那个小手的话，其实就是在工作人手不足的时候，其实蛮舒压。我们有发现，在去年一整年，大家有很多的烦恼，然后代表文字都是一些比较负面的一个讯息，所以我们就想说，那我们就以解决大家的烦恼来做发想，所以 create 了这样子的一个活动。现代人烦恼实在好多，想来杯手摇饮舒压。IG 爆红的特调饮品首创进驻电商，以后手摇饮也能在网络上买得到。抢食台湾网拍大饼，电商业者不止比行销手法，商品种类更多元，才能牢牢抓住消费者的心。三立新闻，谭无心、廖静，台北报道。